实行冠状肺炎轻视全球，台湾也伫紧锣密鼓会采取各项防疫作为。嘉义县政府决定伫四月二号到五号清明节连续假期的之间，将以非常时期防疫优先，无开放民众进入纳骨塔来制作，请民众体谅并且配合。该县政府强调，非常时期防疫优先，请家属配合并且体谅。国二四月二号到五号连假期间，全县30所公私立。国二四月二号到五号连假期间，全县30所公私立纳骨塔将拢无开放民众入塔祭拜。会中也宣导各地民众利用回家日提前制作扫墓，将有利于分流防疫。这个清明制作要到啊，哈。那嘉义县政府啊，因为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在清明节连假期间呐，为了加强防疫，有两个代志，嘛是叫重申啦，大家拜托，第一到咱这个公墓内底扫墓，拜托一定要戴口罩哦，自备。再来就是讲这段时间我们就不开放塔内让大家进去里面祭祖。这当然非常时期非常做法执行大家无方便。底下的大家讲真正歹势，但是即马整个肺炎的疫情越来越严峻，伫这严峻内卡，当然我们就要有一些非常的做法。那我们希望大家勤洗手，那在整个武汉肺炎期间清明祭祖遵守政府的规定，戴口罩，不入塔内祭拜。请大家共同配合。为防疫缩缓，县府主张民众在非管制时间进入纳骨塔者，必须登记接受入口处的量下温、手部消毒，并且挂口罩等防疫措施。县府也邀请乡亲在防疫的非常时期，会当伫咧厝里的厅堂来邀祭，表达对此心中对阮心意不变。县府也建议公司入纳骨塔原则上取消清明法会，如果需要办理法会，应该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颁布的公众集会应应指引，确实做好风险评估，并且落实防疫准备甲措施，包括人员距离的之间要1公尺以上，以及挂口罩，也则是改以直播的方式进行。最新新闻就来先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